啊，直接就不会干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彭主任，拜拜。那有什么危险？就没有什么危险。来了，一个六次终于来玩半个小时，哎，就还行。傻眼。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4月21号，那个三等三的，21:50的牌子是1264，太阳巨龙的银绿色，微笑，时间1:09了，快快快快，好了，就那样，谢哥，在下面跟班长们多多就我们老弟方面，嗯，拜拜。哎，看。